要怎么 say hello goodbye my friend，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肤浅，慢慢的走向前，伸手向你递出我的名片，是否可以将你的名字写在上面？哦，这位朋友你是谁？怎么这样偷偷出现在我面前？我毫无防备的让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顺利入侵我的世界。哦，这位朋友你是谁？